起来，跪起来，安尼吼，啊，创啊，啊，伊就直直看经，直直讲。啊，感觉迄当阵啊，已经唔知几点啊，唔知拄只一段路啊。啊，一段路啊好，就目睭就甲背景看嘛，剩一个，哈、啊，差不多约600个啊，剩一个。哦，无咩人啊。啊，你遐尼甘心，大家走了了啊，剩你一个，还佫伫只听一听。安尼，我佫讲互你听。我输啊输啊，无佫讲哦，闲嘛、啊。我是要等收医疗，大家拢走了了，无我倒，我是要等收医疗啊。啊，你说哦，你是要收医疗对啊？啊，对啊，哎，无言。所以讲，各位同修，你若后出世来想要度众生哦，爱先助缘，甲人结缘，尽量甲人结缘，好、啊，唔免讲钱啦，甲人啊，讲讲啊，天地地去讲。天天地，迄都是结缘，啊、哦，啊有缘，啊人就会来啦。所以咩啊吼，去当初呐，全咧走去山内，啊伊个大包皮，啊去卖，啊卖卖咧来较交接结缘，也落去啊交接就来啊。啊伊无想要修业啦，啊人交接结缘了。啊，住山里遐，啊，拢在住山头溪头遐。啊，讲经，讲互我石头听。啊，讲石头听的是讲头八年。讲到伊当阵来讲，哎，恁在石头啊？啊，讲我直接讲经互恁听，讲八年呢。啊，恁在石头是听有啊，听无？那听无，无采我会讲，搁再讲。恁若听有，甲我动头一下好无？哦，石头起起夹夹，啊，诶，道德高僧就是安尼呢，啊，诶，德道高僧啊，啊，讲落去啊，石头参咧无情的物件就起起夹夹，啊，就道生说法，原色点头，啊，石头爱起起夹夹，那咱要修行啊，修到安尼，来，咱就绝对会当得到解脱。啊，毋过迄都爱断了见思离行呢。啊，各位同修要叫恁断见思离行，我看到我差不多啦。啊，敢有办法？你有无？见思离行就是也无见解哦，拢无见解哦，无这个观念的见解，也嘛无思想，那才断见思离行。啊，若有见思离行，也有的人吼、哦。迄个普通生活中呢，唔是来坐禅，我当断啊，迄无断啊，坐禅则断啊，若无咧坐禅，就无成暗，啊，迄袂使。所以讲，即，各位同修，咱确实是拢总有佛缘啦。啊，金刚经所讲，咱唔是在伫一个分两个分面头前结缘来。咱拢在伫无量恒河沙遐个佛，咱就结缘来啊！即马才有拄到正式个道场，咧修持个道场。啊，正式个修持个道场，啊，因为咱业障也重，无办法通解脱。啊，像咱要共度，啊要共度，我捌在讲，我较早我不常时出去共念经呢。不然我是不爱讲念经啊，安怎不爱讲念经？那咱的信徒有，啊，若有我不爱，迄责任正重，干那这步就好。我多啊，我来教你念经，卖讲啥，我若够有迄个法力啊，念念的，我责任也有够，念念的，你若背起字，我就变你聋，我唔敢说这样子。啊，所以去讲念经呢。这个负担的力量真大，压力真大，所以咱两方买，啊自己来修行才对。啊，要安那修？阿弥陀佛妄念来，一句阿弥陀佛是六二经、六二咒，一切经拢包括在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切咒拢包括在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直直修持，直直念，你有
办法他念到超了空间量，你就得到无量光明。超了空间量，无去叫空间给咱迷惑，无叫空间给咱歪扭。空间会现色相、现声音相、色声有迷错法，统统都是对空间来。时间，空间在给咱活，但时间在给咱解决。像咱这，像你讲一空师，我头拄仔才听讲，一空师讲六月当时啊，六月七八两年啊啦，伊才五十六岁，就甲解决掉去啊，但是恁找一空师找我。无当找，也是让靠家己来找家己个着。找古代祖师讲，你修行若毋捌你自己修行无益，所以这时间会甲咱解决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所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但是《阿弥陀经》讲的都毋是咯。过去心要安怎甲挽回呢？现在心要安怎挽落掉？未来心要安怎甲挡得掉？未来心若莫来，现在心莫过去，过去心莫搁再甲堆，三心一意，通天彻地，通前生死，通后世，拢总共款，拢总全解决啦。一句阿弥陀佛尔，还伫底讲？伫底讲？阿弥陀经头下遐就讲，金现在说法，金，咱听嘛，这个金，扭看会条的，金，那你若扭会条，就无过去，无现未来，所以你咧怎啊？过去咧怎啊？阿弥陀佛，现在心的阿弥陀佛，未来心的阿弥陀佛，一句佛就好啊。这叫做正念，这个今麦的心，今麦的心叫做念。念念在觉，就是念念在佛。所以咱你若有安尼念落，咱就会当得到阿弥陀佛伊的德力甲伊的愿力，来甲咱带咱去脱一轮胎，带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带入则去哦，咱也无办法他消业。较早有在讲啊，消业则往生，消业毋免往生啊啦。消业都消业啊，都解脱了，要求什么往生？咱就是因为业，无法度通解脱，所以咱来进来念佛，希望各位同修吼，恁大家都较拍拼念佛来了，唔好讲安尼。今日一个老菩萨讲安怎讲啊？叫伊念佛讲，免啦，我要死都有人来下来甲念嘛。要死就有人甲你念，迄阵仔人甲你念的念啥？靠人来念哦，无法度通念。即摆是尽量叫咱大家念佛，修持净土法门。拄啊说方会想禅宗的，禅宗啊地位真高，地位若无高，你无可能。来较早有就医，判经册，设计起个钢筋，加加遐一个老菩萨，你未点心，再行我去，老菩萨，甲你买一碗点心来吃好，我都真枵。拢无，我无咧买，无啥呐，我咧供养人啦。供养迄个袂使读供养哦，供养是边辈以下叫供养。若对比咱较大，伊真有修行诶，爱讲做供养。你供养一碗好无？我要供养你是会使咧啦。毋过我问你，你若答我会着，才会使食；你若答我袂着，我就无供养你。这片猫呢是比白白的。
看你啊排遐济册是啥，然后即都青阳疏草啦。啊，青阳疏草是咧讲啥？哦，金刚经哦。啊，你金刚经唔都真有研究？差不多啦。好、哦，无客气，差不多啦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安尼。我问你咧，金刚经讲过去心不看的，现在心不看的，未来心不看的，是讲到一个心。哇，硬硬啊，哈、啊，迄阵说硬硬，了然。啊，我无讲样哩，我无讲哩，去去去，住安尼。等下还青阳疏草烧掉，可以去清净人。吼、哦，诶、欸，我就位去问请教祖师，去问祖师，就要请伊开示。迄祖师问伊讲：你捌我啊？唔捌我？捌啦，啊唔捌你，我哪会来？哦，啊你甲会捌我？是颠倒妄想，安尼未成佛，未解脱。搁再问别个，你捌我，唔捌我？你头拄仔讲捌伊未使，我唔捌伊。啊，你若唔捌我，迷茫啊，沉沦苦海，嘛未解脱。啊，这就刚才我不是咧讲诶，去修戒时阵。戒师问：你来受戒是恁师叫你来，你家己来？戒就讲头一个，这都阿公师叫咱来才会使。阮师叫我来，好、哦，恁师叫你来。啊，若无恁师叫你来，你家己袂晓来。台讲，啊，两个就来拗去讲。两第二个，你来受戒，恁师叫你来，你家己来。他拄仔迄个讲伊师叫伊来袂使，阿怎讲？阿师啊，我家己要来啦，哈？哦，你遐调皮，恁师无叫你来，你家己就来。台讲，你嘛爱讲。问第三个，恁师叫你来，你家己来。我遐头一个，头一个嘛袂用，第二个嘛袂用，怎讲？啊，这吼，啊，阮师叫我来，啊，我家己来。哦，你惊人讲说你咧多端心，台讲嘛是爱讲，啊、哦，问第四个，恁师叫你来，你家己来，去当做哪？师啊，那爱讲规矩来讲啊，这相当的师傅哦，相强拢会惊去拄着哦，所以恁啊，我咪去先，干那问一个讲，你捌我啊，唔捌我呢？迄都真歹应啊，啊、哦。啊！个你师叫你来修改，你家己来修改，你要安怎讲？啊，所以哦，咱来念佛。你师叫你念啊，你家己念。啊，你都有啊！啊，我啊，我家己念，啊，就阮师教我念，啊，就好啊。啊，啊，你安怎修持啊？啊，我都念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即卖现在。对未着啊！即卖二十世纪时代，也咧教人讲个阿弥陀佛，假安尼迷茫，安尼变做啥？光佛法经啊！光佛法经，教恁念佛，啥物人教恁？世尊，世尊，啊！啊！即卖来印证讲教恁念佛，世尊迄个。用三元来印证，佛经啊，阿弥陀经，哦，净土五经拢印证。啊，即马传这个念佛法，予人，什么人？祖师。啊，祖师，说佛法经。啊，你无爱信念佛，你若无爱信念佛嘞，都无爱信啊。然后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迄是较早。释迦佛迄当阵啊，因为遐个民心无开发啦，所以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。即卖二十世纪也讲迄无效，啊哪安尼讲迄无效，每一本经都拢无效啊。